家都在讲说让利啊，降价换成交。哎、欸，我说一句话，今天让利，如果说哦，这个让九折，隔壁让八折，我去买八折，阿内贝楚没专家。是，问题就在于让利换成交的背后，其实有很多眉眉盖盖我们看不到的耶。对，咱讲吼，买咪都爱看，关门都爱串，你若目睭雾雾。把它看作脸部，把酒花花，母啊看作菜瓜。你为着迄个介绍，省迄个钱，到时买了，我讲你后悔一世人啊。是，这边就有两个例子，这两个，一个李小姐，一个胡小姐，两个都在科技公司上班。是，哎、欸，口口比较没有问题的。对，两个都是好朋友。对，在几年前，两个就开始看房子，看，哎、欸，跟他们公司也是蛮近的，找到了新庄互助线。是，新庄互助线的先看，捷运要通的哦、欸，这个地方很红啊、哦。你讲那是蓬勃发展呢、欸。对。以前是涨草，开始涨房子，哦，贵啊，建那二十几个啦，我你看不完啦，一波看不完，看，哎，李小姐看了有一个足介意，离捷运站吼，差不多用行五分钟就到了，是，而且方正格局，头前都有绿地，栋距跟栋距之间很长，而且去你迄个庙都有够水的，啊，建商要甲抬价，建商顶壳壳，五亿就是五亿，无抬价理由，哪有这样子的？哎、欸，今天。好歹你也议一个价，是啊，铁板一块哦，是啊，那不然我们就再看看喽。哎、欸，无，但是伊看了确实有改，啊，伊吼伊能力也较强，是，伊感觉迄个格局、建商的信用，哦，啊，甲伊的设计地段，伊拢非就拢非常的改，好、哦，伊甲买落来，过来啊。但是另外这个胡小姐吼，伊讲靠地下留啊，较减一出啦，是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直直考虑的。啊！伊怎啊放弃？放弃，但是伊赶快要找啊！在迄个附近都找，都找，都找。哎、欸，你无望的所在，有另外一个小建商，赶快开五亿啊！五亿头，哎、欸，这个无同款啦，几种两个哦。伊讲哦，你好介意哦，咱会使来讲，安尼哦，你卖讲。哦，讲这么小声，所以多绕一下，货比三家，你看他就砍到了，打八折就四字头了。是啊，所以嘛，有时候你真的。比价比价就是比出来的啊！是啊，你看这不就四字头吗？啊、甜滋滋的，够欢喜的呢。对啊，差两只，你那五十平差偌济啊？是不是？啊，两个都好朋友，会当大搞大讲迄个社区，仲欢喜。是，但是他不晓得，这才是噩梦的开始啊！怎样呢？两个人拢入新厝，拢收音啊，拢放炮啊，欢欢喜喜。经过四年以后，我你迄个胡小姐出一个代志啊？安怎？楼骹起来叮咚叮咚，恁家浴巾啊漏水。我白讲，哎、欸，我又不是刚刚讲那个老公寓，怎么又漏到楼下去了呢？是啊，伊讲无啊，清楚嘞、欸。我吼、哦，甲最近才生一个囡仔，但去用到迄个客房的迄个浴巾啊，本来我拢用主卧房的迄个浴巾啊，哪有可能漏水呢？但是你来看，看明明漏水啊，明明水漏到安尼滴滴滴啊，因为那个都有水渍，有水是啊，那个骗不了人。啊，不然呐，你要处理啊。赶紧的，敲电话叫土水师傅啦。咱抓牢是上严重的呢。医生惊自首，土水师傅惊抓牢，直直抓抓抓抓抓，好，土脚直直拱啊，拱拱的，找无啊。本来想讲是迄水拱哦，可能地动，迄个接头去松去。对。啊，无啊，啊无变啊，内底找无，找外口啊。哎，足硬气，我这间厝大无几栋尔，你给我敲干嘞，当作在外。开万外口，无效，袂啊。师傅去外口看看，讲啊，外公，你的瓷砖，你的瓷砖哦，外墙的砖砖有问题啦。他看到了吗？是啊，伊的青菜哦，大大的，无大家作起了。即马吼，迄只要落雨湿湿湿湿湿，啊，水湿入来，甘水，嘿，甘水哦，你这你作厉害啊，这还这个甘水，啊，慢慢啊滴滴滴，哦，要受迄袂当处理啊，这是怎么样呢？找建商啊！房子才买了三四年，我当然找建商啊，而且那一间厕所用都没有用过呢。对啊。系啊，建商讲啊，安尼吼，安尼我赔你，我赔你吼，遐瓷砖卡掉，我赔你一个瓷砖得一趟的油漆。伊讲，我白来，敢唔是一个保固的，咱照聘照行啊，你。无啦，你等你看，恁当初签保固才三年尔，保固三年，金融三年超过四年啊。哦，迄阵伊咧卡掉咧，问个李小姐，李小姐讲，哎呦，好卡在哦，我准备较贵，但是咱阮这是保固五年呢，所以讲你看嘛，一个三年，一个五年。想多的，反正你吼，唔通干那么多计较，贪小便宜，高收入。